认识。好玩啊！等一下哦，人员清单。哦，原来这是功能符啊。看看这头鱼，我把这名字改掉了，我叫布布。更改名称。然后其他人还在开场，所以先，对，我先聊。吃土这种土好好吃，你为什么吃土了？选择水桶是管理装备，哎，命名在哪边？改叫补补，造型设定，更改造型，不要。外观，礼包好像存钱哦，礼包哦，啊，香死了！哎，我以为这次草帽是这次出来，然后。下一次才是兔子头跟那个提灯啊，有什么一对的名字啊？嗯，天照啊，阅读好了啊，阅读。啊。天道，天道，钱包君已死，都死光了。草帽移到下次了，今天才知道的哦，好难过。最难过的应该是尤里吧，他心心念念的草帽，现在还要等10天啊！对，那个什么，那个啥，下面那个，那个叫啥啥啥啥啥啥啥，我受不了棉花糖的那个外观 skin 就是背在背上，本来是一根一根东西的，现在变成一串东西，看起来好不开心哦。帐篷不是尤里，他想要的是那个啦，遮阳帽。就要下次才有。没关系。啊，直播声音没了，是我刚才没开。我好啦，我也好了，没有，我一直都好的，对他一直都好的。哎，我们今天是看西罗雅小朋友的进度的，是不是？他应该也不低了欸。没有欸。他真的不，没有吗？他昨天是跟我说他30到40 M 啊，然后奎一话几乎没打。哦，所以又要打飞对，蜘蛛了喽？哎、欸，没错，你看所以我好像他都前面都是帮那个黛玉打上位置啊，嘛。又要怪黛玉了，是不是？我哪有哪敢？我说西罗雅啦。哦，好。我刚想说，你怎么开始拿大剑？他拿一条咸鱼，
可爱吧？可爱啊！啊，他还不能改外观，好难过。那我应该可以吧？这些世界的时候不是可以？自家人后面才可以啊。对。哎、欸，我们穿的好像哦、喔。对啊，我世界都穿这样哎、欸。我要干嘛？穿女装、哦？没有。哎、欸，你的标题怎么一回事？欸、你要不要跟我解释？我才跟你讲，我今天看一下你今天找的人的组合，啊，每个都可以怂恿你穿女装啊、欸！你怎么会这样找？没有，希洛雅也可以是吗？啊，可以怎样？希洛雅可以哦，他可以啊。等下开麦。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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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番茄想穿女装，当时他缺了一个动力。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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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他怎么推销你，好不好？没有没有，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不用客气啊，真的啦，真的是不用客气，我没在跟你客气的哦，真的不用。哦，多了一个一级豆，我不知道塞什么。嗯，那个啊，招待啊，款待啦，款待我有啦，洗到的。带一个款待啊，带一个款待有用吗？没有啊，磐石啊，磐石塞满。啊，对呢，还有电动磐石。哎，西亚，嘿，番茄想穿女装，但他少了一个人推他，你会怎么？没有，那个西亚，我们今天是来帮你打那个葵异化进度，你看一下你的人物里面有没有那个黑蜘蛛的？对，有听到吗？你想要穿女装吗？没有，我的裙子可以借你穿，因为我们工作服有很多件哦。你要谢谢你的好意，不要谢谢。他说你不会的，他说你不会推他。不行，我不行。怎么可能不会？我的观众都有人为了我穿女装了，你可以的吧？对吧？我因为我说今天的组合怎么听起来都是很像可以推销他穿女装的组合，他说怎么可能？西亚才不会。我说你确定？番茄，你听听哦，穿女装这件事情是只有男生可以做到的，女生没有穿女装这件事情，所以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啊。是不是该穿了？该穿了。哎，西亚，你有没有非蜘蛛任务？就葵异化要有非蜘蛛任务有吗？我的葵异化没有注意耶，好像有打到三星零。哦，不不不不不，是你在哪里？他要怎么先接？我忘记了。诡异探究任务啊，对啊，第一个可以普通的调查任务也可以接到。飞蜘蛛，打一下。我们都是靠打他在赚经验。哦，对啊，飞蜘蛛，我没看到粉蜘蛛哎。哎，还是我开分享画面。不用不用不用。哎，好好好，你看一下，因为你。要还是不用？好，你给我开。看一下哦、喔。哦，对啊，这里啊。那你找看看有没有飞蜘蛛。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了。我也觉得是没有啦。看一下、喔，我刚刚看了两遍是没看到啊。哦，好，那我接好了。我想这个、啊、这个本来是留给你老婆用的。再拿给你用了，对，给我应该的吧？不应该，应该的吧？不应该，你抢了我的呆鱼。啊，你抢我老婆哎、欸！你先抢的哎、欸！我你先抢，冰哥你先抢。哪有哎、欸？你想一下，联动先联动还是先认识呆鱼的？先认识呆鱼。没有哎、欸，没有吧？哪有？有一次你叫我上去骂他，他才来看我的。那一次是在我认识那个啊幽离之前啊，之后啦，之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吗？对。可是那个时候呆鱼很少来，他就来打招呼。那时候叫老婆了、啊，感情进展耶。没有没有，是他叫我，我还没有跟他熟悉。哦，是所以是他先的，对不对？我好，啊、再问，我晚点再问他。好，都是他的锅。好，我懂了。对，都是他的锅。哎，我没接到问。要不要买爆米花可乐、啊？你说你穿女装的时候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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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什么问题？啊，有问题了啦，买了啦。哎，有问题有问题，买了啦。呀、yeah. ，好，你可以关掉画面了。啊，好，对，忘记了。没事，我怕你直播会卡。欢迎欢迎。那等一下就是，我讲一下葵异化这东西，你要
有点难解释哎、欸。你要破坏部位或去踩地上有些会红红发红光的，啊、亮亮的对对对，那个会增加获得任务的那个几率跟那个条件。啊对啊，像我们接、okay. 我接这个非蜘蛛任务的话，你结束后有机会也会获得非蜘蛛任务。哦、oh. ，对，そうですね。啊，忘记啊，没事啊，好的哦，都番茄的错，都番茄的错，不穿女装的错，没有，他有穿，但是他不愿意再穿，那是好，那是好久之前的事了，对，那现在也该穿了吧，穿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二次有就不限次了，哦，不要，而且你很过分，你带新手就要把新手水全部拿走，基罗亚。你那时候带着呆鱼，然后你把他的水全部拿走，我都有在看哦、喔。啊，只有那一次比较调皮而已啊，那时候他就不打怪啊，想说那我拿走没关系吧。哦，好扯哦，这样对老婆的。没有啊，他不用喝水，他不会受伤就不用喝水啊。哦，很有道理耶。对吧？啊、是奶片手、啊、我想说我的樱花要这种没有喝不下去啊，喝不下去，我没有啊。哎、欸，你没有吗？那我怎么喝不下去？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我没有干什么呢、欸？哦，喝了喝了喝了。你，哎，这个人哦、喔，哎，我比较想要喝你喝的嘛。我喝过了是不是？喝过了比较香。对，喝过了比较香。我只求我今天不要输掉，因为我很久没有打 N 位了。你在那边虐菜啊！我没有虐菜，我都很认真打架、哦。我跟你讲哦，这个就是，葵异化等级越高的话，魔物会越来越痛，有这回事哦。所以后面我们都开在打什么八十级、七十级之后，就是他的动作会越来越快，打人会越来越痛。怕呢？所以我可以看到你死掉了，对不对？没错。我努力活下来。不行。哎、欸，我那时候带呆鱼，我真的很认真在帮他打龙，哎，是其他人都在欺负他，怎么拿那个什么弩炮射他、啊、之类的，哎、欸，太坏了吧！可是我很乖啊，我很认真帮他打龙。你下次帮我看是谁，我记下来好不好？啊！我记得有个叫，哎、欸，我记得是呆喵吗？还是谁、啊？哎呦，是有人刚过来就被捆住了吗？对不起。好像不止你哦、喔，好像不止你哦、喔。啊，是这样吗？你好像知道太多了哦、喔。我知道太多了，不好意思。欸、不好意思，我还在剪调查哈，你们先打。因为我刚哎、欸，我今天开了 DPS 哦、喔，你加油。哦，你也开了、喔。DPS 是伤害输出，可以看到伤害。等一下，那让我站着一下，猎伤。猎伤没关系啦，你要跟他尬，你的输出可以赢过你的猎伤的，可以吗？你把他当作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龙，那个什么龙，狂龙阵，狂龙阵，狂龙阵是吧？不是吧？拿下打。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就在看人家留言，他这个捆住也是有三只吗？对，三只。太多只了吧？将军线好像超不了了吧？将军线不走了吗？真的好混乱哦！对，大混战。没关系，没关系，你眼中有我就好。一开场就这么刺激。你闭嘴，不是你。怎么不是我？不是啦，我说番茄啦。刚刚不是场面很混乱，看不见。我说没关系，眼中有我就好。我刚想要说的是，现在你眼中要塞谁啊？嗯。最闪亮的那颗星。天哪！呆鱼都明明是教主，有了幽灵就不要他了，他才来找我啊！原来我是备胎啊！啊，基罗亚，你看到没有？这叫成全。原来是这样吗？这里没有啦。他跟我说幽灵比较适合你啦。我也这么觉得啦，只是，我觉得幽灵适合更好的啦。那我们就和平相处嘛，呆鱼适合我啊。
然后你看他如果脚上结那个蜘蛛网的话，就尽量打脚，因为他因为这只好玩的地方是他的弱点会一直补满，对吧？补满之后你继续打他的脚，他又再弱那个破一次。哦，再破就跌倒是不是？不不，就是我们要打到那个布会破坏，会增加等级。啊。对，就是靠这是在洗洗经验值。超级强。哎、欸，你充的符越打越开玩笑，你要不要看一下能充能符玩多久？还出攻略、欸。好扯好扯。你是不是只看双刀跟轻弩而已了？我没有看双刀，我根本看双刀，我只看轻弩，没有啦。直接来玩超能符，很快乐哦、欸！很快乐哦！你知道超能符是玩什么派的吗？一定不知道、哦。电锯吗？不是电锯吗？你猜啊？哦，不是电锯啊！我在那有看到啊，电锯有派不是吗？你可以打开。哎，我没有看到。欢迎回来，诡异化的世界、哎、不是诡异化的世界，是 N 位的世界，乱讲话。哎呀，我被恭维。N 位就是这么的残酷。你觉得我还可以？大家练习回到 N 位了。哦，我身上着火，然后地板又烧我，烧成这样，这么享受。是凡心的角色一直在叫吗？是吗？是钱吗？那是我，那就是我了。我故意选我故意选好鬼啊！不要啊！不会的。你在哪里？我去找你。这个蜘蛛真的是，是找到安妮哦。我昨天有去打一下 NS 版的，也是被飞蜘蛛虐爆哎、欸！天哪！哇！你把你脚救出来！趁他没理我，滑上水。太可怕了，这就是 N 位的世界。断了吗？没有。没有哎、欸，没有没有，怎么了？太安静了吗？好，我会吵一点的。啊！有，这就够了。我想说啊，我想说今天有新认识的，我怕乱叫会不太好。不会啦，因为我们其实，在打的过程中很安静。啊。除了就是番茄在的时候啦，因为都会怂恿他穿衣服。那他就不讲话。他穿衣服，他平时是不穿衣服，是不是？对。不穿的部分。他每次都说在家里都不穿啊。你不要一直狂呼。哪有？你讲的好不好？你说你不是在家里穿。我说我在家里会穿，我哪有说不会穿？你会穿什么女装？对不对？没有啊。你在家里会穿衣服，在外面不穿衣服吗？没有。啊！我搞错了，对，搞错了。还是在家里不穿女装，在外面穿女装啊？我可不想警察局当我家，好不好？穿女装又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可是没穿的话就是办法，好不好？哦，那就穿女装啊。不要，那卡歪了。你看他怪你了，你就说他怪我。我没有哦，完蛋了，我今天会疯狂收到那个嗯。把你做成料理哦。不要，做我拜托。Thank you.
飞蜘蛛是不是洛龙？洛龙属性？飞蜘蛛不是洛冰吗？啊，不，不是洛龙，那个抗龙。飞蜘蛛洛龙。他抗龙吗？我不知道啊。飞蜘蛛说：“你看我哪里像龙？”好吧，我想说，飞象怎么砍他一下才500多，不至于那么低吧？你砍在哪里呀、啊？砍在他的弱点啊，暴击啊。你说砍下去是黄色的、喔，黄色的、啊啊。你现在打开记事本看啊，谁会理你？他落什么？落冰啊，落冰。对啊，他落冰啊，但他是说抗什么？不怕什么啦，应该是这种。抗什么？不知道。对啊，我跟他不熟。谁会去？谁会去看到他抗什么？你呀、啊。我就想说，500额可以，怎么可能？火滚掉，把火滚掉！加油，加油，加油！妹子，你加油！好，我加油！滚掉！火有沟通。感谢各位保姆们。龙变火的系数都是零啊！你这废物，都是零，所以我不该拿这把明月龙太刀好吗？是零。哦，能都零了，你还说要拿？哦，没事啦。假如你的衣物都被烧毁，面前只有女装可以穿的话，你也会穿还是不穿？他不穿啊，我选择待在家里。当然穿吧。不是，就是你家被烧起来了，你还待在家里是不是？好啊，好的，就是宁死不穿哎、欸，天啊！啊，穿过一次就不用怕啦、啊。所以呆鱼在你的台是不是？他在玩麦块。然后在你的台是不是？现在没有，他应该只是刚刚在抱怨一下，对，我看一下他有没有聊天室，我检查啊，没有。好，白宇，葵化之爪，葵化尖爪，有两种葵化的爪，对啊，之爪是那个啊，旧的，都拿来当提升材料用的。啊啊啊！完了完了完了，丢了。冰属性的太刀有什么可以拿？钢龙，哎、欸，对，钢龙，我看一下。今日はお得なセールだよ。なおめでとう。毎度あり。要钢龙的重卡。你没差啦，你就只有龙系的刀哦。对啊，我只有做这一把啊。哦，那你玩了啊？那拿青弩好了。哦，青弩好了。啊，你有没有看过安妮最新的？没有。我跟你讲，我看过，我配不了，我没有洛特二的护士。哦，你配不上是不是？对，我配不上这一套豪华装备。我换一下 skin 好了。怕吵到安妮。哇，你怎么那么贴心啊？因为我也觉得很吵，没有，我是觉得还好啦，只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听起来很小声，但是好像都是听别的声音说很大声。哦，对啊，就是你要知道，像唱歌一样好，你听自己的声音还好，可是从 KTV 传出来的声音会觉得很奇怪的感觉。啊，好像有道理呢。欸、你看看有没有任务可以接。好，白宇。昨天你不是要开台，我跟白宇去看你。我开台，我昨天开什么台？光遇啊，光遇啊。哦，你跟白宇来看我，所以是。我们就在小房间里面一起看着你呀。难怪我看不到你。
你知道你们你出现的时候没有？你出现的时候，我又先点开你的 DC 群。你都没有看到我在哪里，是我在小房间啊。没看到啊？你要接飞蜘蛛吗？还是要接？对啊，有飞蜘蛛就接飞蜘蛛啊。有接了接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心里还是想着你呢。你不能这样哎、欸。他也想着你啊。那这样可以。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这样精神出轨。没有精神出轨啊。怎么可能没有？因为我忘记用那个东西。怎么可能有？我这么爱着我的老婆跟大鱼，没有出轨。我想要洛特二的护食啊！以前不知道变形三有多好，那时候好像卖掉一颗，后悔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玩斩击斧啊。你玩斩斧用是不是？对啊。那你就只能再从坟墓里面挖一颗。你的坟墓哦，你对我那么好啊！你不是说你要把姐姐换掉啊？你怎么姐姐还没换掉啊？切换，我切换。傲娇。你个穿女装哦。对啊。可是我角色本来就女的。那你就不排斥啦、啊？哎、欸，这边好像不能换这个。我不会需要下一层了，我只是会中风而已。嗯，不会啊，而且就算那个外表变了，那个声音还是一样的。哦、那一换声音就有外表我没差。对啊，声音还要去那边换呢，然后回去旁边。你现在声音夹一下就好了，不要脸。哇，你看现在会顶嘴了。我跟你说过，嘴巴是拿来干嘛的吗？拿来干嘛的？拿来亲的啊。亲谁？亲谁？亲番茄以外的啊。你看，你看，我看，你又要看我，你三不五时就想看我，你到底想怎样？你说，看一下，看什么？哦，你好帅哦！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等一下，在打架哦！不要那么没礼貌好吗？你没经过我的允许，擅自把我装在你心里。救命！你敢讲我吗？啊？你有资格讲我吗？我讲什么？番茄在喷水。你不是经常把别人装在你的心里，你也有。啊、我霸道啊，怎么样？那现在为什么打个龙还要被喂狗粮？没有啊，会有狗粮。还是我们去隔壁开一间，他们一间，我们两个一间。哎，你开一间给他们，不用吧？开一间，我们三个一间就好了。哇，他那个叫更衣间，好不好？给他一间更衣间。哎，阿凡现在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有讲什么吗？我讲什么？他原一开始我之后找你，然后 Amy， 然后希罗亚三个人没有我。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人那么好，找了什么希亚，找了安妮啊，怎么没有你？我这样子跟他讲。他直接把我排除在外，知道吗？我说对我太好了。啊，我每次都被他的小蜘蛛。看到啊，小蜘蛛就很快啊，好像所以是番茄就问繁星的是吧、啊、然后繁星就说啊、哦、没有番茄是中间人而已。对，我真的一开始是中间人啊。没有，他应该他也是说他都不会去主动去找人。那今天他主动找人了，我想说嘿啊，你不是不主动找人的，你今天怎么了？哇，为了我，好感动。对啊，你人真好呢，番茄。那你的好人卡？对啊，好人卡就够多，可以不要再给我了。收集一下。花一点啊。几点？几点啊？几点可以换到黄金好人卡哈？哇！黄金的，那可能是卖耶，不知道赚多少钱。只要有黄金的好人卡，谁要？
哦。赞啊！这操作绝对是传清楚的。嗯，不是我、欸。哎、欸，不是你我啦。哎、欸，你在看哪里？番茄，番茄。好啦，你们两个一个世界啦。哎呦，恭喜！误会误会，我以为这个操作只有反应误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完了完了完了，没了没了，番茄。不要，我跟 Annie 小船一起过，过不去。自从我们玩了人类一败涂地之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小船了。从头玩的时候，为什么偷玩？很久之前就玩了。哦，原来心结从那么久之前就开始了。几年了？你会很后悔认识番茄。啊，不好意思讲，没关系啊，那个收在心里就好。太尴尬了。放在心里就好了。眼神意会就好，眼神意会。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嗯。除非番茄愿意穿女装。你看他干嘛不讲话嘛？他在思考要穿什么款式。没有没有没有，我忘记用快捷键。哎呀，基本款女服装很适合。哦，基本款，我可以请问一下吗？那就是女服装啊，就基本的啊。你是没穿过，来。你没有，什么意思？你是没穿过，还是真的没穿过，还是有穿过没穿过？还是没穿过女服装，我一定有穿过别的。嗯，不是，我发现每次打打服，我的头脑都好混乱。我嗯，我怎么知道啊？你好像被灌药一样哎、欸。我知道怎么样不混乱，你穿女装。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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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脑袋很清醒了。哦，不然你把丝袜套在头上啊。哇！没事没事，他麻了。啊！我要离开这里。太远了，你有装回避距离？有啊。捞捞飞蜘蛛。西罗亚，你那个东西有打完了吗？什么月迅龙啊、星火龙啊？他打完了啊，他早就打完了。他比我们还早打完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哎、欸。他更新的下午就打完了，都有在看。对啊。我更新当天就打完了，然后那次打完之后就头回上位，跑去虐菜了。没有虐菜啊，去上位的世界玩玩。对啊，虐菜啊。没错啊。不是虐菜是什么？有吧、啊、M 位装去打上位的已经是那个了。他每次都拿 M 位的武器去打上位，就跟我讲说好开心哦、喔。我就说好啦，你开心就好了。这都好比我们之前拿上位装去打下位装一样。可以啦，啊、在宝贝面前炫一下啊！丹羽已经继承了精髓了，他现在都想要当那个矿物猎人。已经看到矿物会发出啊，有矿！没有啊，新手都这样啊。我们那时候是新手，都是没有人想要猎龙，都在挖矿。挖矿快乐啊！对啊。耶！我家时间也差，时间都差不多哎。我拿太刀的话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差不多是不是？那你再拿回太刀啊。对啊，伤害我都会看的，我跟你。你说时间差不多，我们刚打超过十分钟，哎。哎，有吗？没有吗？我上一场的那个，哎，那短期催眠结束啊。哦，那哦，我的也结束，所以真是十分钟。短期催眠是十分钟。十分钟啊！我少用那个东西。幸せいっぱい。又是一大堆爪子，很好啊，拿去炼金欸，不炼金啊，拿去回忆装备啊。对、欸，回忆化东西总不能炼金吗？还是可以？行啊，可恶！打了那么多指甲，很多啊，他就好欺负啊。哎、欸、哎、欸，你现在奎一等级是多少？你要没有提升吗？八十级，我觉得很高哎、欸。对啊，就是。你看我们在干嘛？我们这些 PC 玩家，只有一个 PC 买不到两个月的。我看一下你们，七十番番茄七十二，繁星七十七。你们才七十七哦。我升到后面有点不想打，太久了。对啊，越后面就真的是很久、啊、十几二十万的血，真的是不想打，打到睡着。看来真的在只能等他更新新的魔物了。要忘记补那个素材。吉雅，你干嘛？我的腿不是你能做的。我怎么了吗？没有啊。你刚刚想坐在我腿上，我只是想拉你尾巴。没有没有没有尾巴。你刚刚在我大腿上面蹭了两下。没有，那你有尾巴。我听了什么？耳朵洗一洗，什么都没听到，别听了。安妮的双刀影片可以看安妮的、啊，好啦，这个是黑石龙的双刀、嗯，黑石龙双刀，他一直只拿那一个而已，从头到尾。那每黑石龙双刀是彗星是不是？黑石龙是龙属性啊，啊高彗星啊。我现在好像换，你也不换了吗？换没有啦。看一下嘛，因为最近在那个在跟别人打别的东西也换。葵一化之皮是谁的？迪奥，那个狗龙王系列。狗龙王的系列哦。嗯。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嗯，因为太气了，跑去欺负他们。啊，这个这把枪又。提升的话，等下打那个狗龙王的，有差狗龙王。我狗龙王从头到尾都没打过哎、欸，我们刚出没多久，我们就一直在打这个那个废蜘蛛了。啊，要爪子有一堆，啊，要皮没有。它是一般的那个皮。那表示你自己私下没在打啊？对啊，没错。你怎么怪人家狗龙王？我就懒。没人找我打魔物，基本上不会开他、欸。好可爱哦！他跑去找
章鱼蟹打架。我要开血流程哦。打不赢是不是？我帮你来二打一。等一下、哦，我刚才弄东西。他前置动作有多久？谁？将军蟹啊！谁把水都拿光了？这么坏？没有啊，有。哎，你不是说要喝水吗？谁说的？你听谁说的？呆鱼说的是不是？你不是很强吗？不需要喝水啦。不是啊，多喝水。你常常叫我多喝水的。阿强是不用喝水，是不是？这个水绿绿的，看起来不健康，你喝开水就好。嗯，呆鱼，你看啊，这就是你现在看上的你。对啊，他就喜欢坏坏的我啊。他也喜欢坏坏的我。对啊，所以我把你选拿光应该的吧。我阿公这样显现我比较坏。嗯，那我要拿东西炸你了哦，我最近都是这样干的哦。不要了，对不起啊，我们要三人。那只不太适合贯通哎、欸，我贯不到它。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落点之后只在它的头而已，跟它后面的蛋。嗯。好迷路哎，哇！传一下哦。OK， 我来啦！因为 我其实有一次那个哪里，那个城堡要塞那边不是有一些隐藏地图要用爆头那些东西，那、啊、结果我就会开始带那些黄色的小爆头在身上，然后发现那个可以炸队友，我就很开心。最后都不是拿来炸那些，是拿来炸队友的。嗯，因为那时候拿来炸，不是那时候是有人晕眩啊，我打不到，而且拿爆筒去炸他、啊，他就会动了。对啊，所以我发现好像是刚好他没有装脉冲才炸得到。不然等一下、啊、你有装脉冲吗？我妈好像没吧，啊、忘了。双刀不需要装，双刀不用装脉冲吗？真的假的？嗯，开鬼人化自带耐冲，他很坏，是哦，他可以砍人，人家看不到他，这么方便啊！谁杀我？对啊，来了，把脚交出来，乖乖。哦，你有时候会听到突然有可能第五个声音，那就是他。他有时候会之类的。啊、先。哎呀，哦，这么远还达到哦。然后这射射不到。哇！哎、欸，掉东西也捡一下。算了。干嘛？我捡东西而已。讲个东西而已。然后我们其实都会开台，不不，开台开场的前就是几分钟都是在捡东西，把那个红红的一些素材捡完。有，我刚才去捡。拍谁啦，在你面前磨刀有点不尊重你，但是磨一下啦。
他真的好慢哦！我跟你讲，打到后面六十七十的，你的那个飞蜘蛛拉线超快的，很好玩哦。可惜他下面接我们的，你等他。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一级必杀。他现在装备应该承不了，承受不了那个伤害了。什么叫应该？他正常人都承受不了吧？把防御叠到最高就好了、啊。回应化弄起来。我在打100的也是叠防御，叠防御和精灵加护，很开心。嗯，直接把公主一舍弃了。没有，真的啊。对，你要活命才有伤害啊。真的，近战都是一巴死哎、欸，我真的是，但是打到我怀疑人生。真的，拜托，输了没有伤害，拜托。对，没有人操。等下去弄一套防御装。你知道每次破荒那些，我都是优先选防御的。其实我之前也是会比较主修防御的，可是就自从因为我也是从俗语跳过来的，所以就觉得对自己的技术还蛮有信心的，就直接加攻击了。啊，殊不知，对，西亚，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不要动，这边有东西，你过来我这边，过来我这。这三个捡完啊！你不要动，你脚上有东西。哪里？超快的，天哪！我是结束才放那时候那个谁番茄是在战斗的时候一直狂丢他我的天哪！他就笑我啊！番茄，我那对，我那时候就笑了。你完蛋了，我听到了。不要得罪处女座的人。对。他记一辈子哦，对吧、啊？看一下哦，有了，好了，我今天快乐了。真的哎，我觉得霞龙的蓝斧砍起来速度好慢哦。小心。霞龙斩斧长怎样？霞龙斩斧长怎样？橘紫色棒棒糖。哦，好吧。我就想说，霞龙装备其实都还算蛮科幻的。现在那个他的太刀就是又克苏鲁啊。哇，以前的偶有。那魔法师。对啊。弓箭嘛。那弓箭是一本魔法书，超可爱。真的。他的盾斧是类似一把魔法盾、魔法画板的感觉。他的装备其实都是还算蛮好看的，外观。可惜不能克制。好啦，会有的。应该没有变快，差不多十分钟也可以了啦。嗯，好了，不然等一下开局我不要捡东西好了。番茄，你葵花没捡到、哦。你看，那里、欸，没有捡到，我刚捡了。我刚怎么没看到？啊，我的眼睛瞎了瞎了。啊，想丢啊！丢到了吧？我想说，我会 S 七走肉呢，可呢？啊，只要丢两点之间就好了。
好多任务只有一个。这游戏应该没有攻击速度吧？宿舍不是啦，近战啦，因为我真的体感超严重。但要集约三个一级孔，这个啊，我的洛特二呢？你到现在都没有洛特二吗？天哪！就有洛特二，可是五孔啊！阿西，都已经安慰了，你还没有洛特二？我没有啊！嘲笑你啊！还是因为我没有高速变形啊？好像是哎、欸。因为我护石，我以前玩的护石就是都没有拿去把它合成，所以真的全部他从的护石从以前啊捡拾荒捡到现在的垃圾，没有一样是好的。没错。那真的是捡垃圾耶，都捡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不是啊，你一开始就是想要那个啊，把说到树啊。是没错啦，但也至少会出个别的东西啊。嗯，就他什么都没出啊。知道哎、欸，你太想要的意念被传达到了。哎，真是毒性游戏。是是是是是是毒性游戏。準備完了的。主曲都被毒性了，连这个都要毒性。哎、欸，安妮会玩珠子哈？哎，你问谁？安妮会啊？问我的女神。好好，我先教我。问你为什么？我还没想好，玩猪还是玩子？你喜欢妹子还是汉子？啊，不是，我觉得我应该会买猪，因为我不想对着一个大叔。没错，你知道我。我想选妹子。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吗？他不是猪是那只红色的蜥蜴、啊。我说到时候反正跟那个番茄换坐骑就好了。没有啦，没有啦，不会对他那么坏啦。虽然他是一直觉得无所谓什么之类的，总是真的觉得没什么差。我会觉得他当坐骑红色真的很好笑。对啊，哎、欸，为什么用手爬的、欸？哎，很可怜哎、欸。真的，明明有轮子，为什么不？不能好好用轮子。快点，有几个在抢水？没有啦，拿一瓶而已。不是你，不是你，有跟乞丐的。是啊，你想要说啊？我搞不好讲安妮啊，没有啦。安妮，我一瓶都没有拿好。没有说没有，那表那请问刚刚那场谁拿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应该是 Fiolini 那个吧？嗯，对，我在想哦。换造型的啦。你又换造型了，你又换衣服了。我忘记了啦。哦，你就是很想穿啦。我没有想要穿啊，真的啦。不要害羞了，穿就对了。太傲娇了吧？ Yeah. 有时候想帮你讲话，真的都讲不出来。真的吗？对啊。你感受不到吗？好了，那你去穿好了，你去死好了、啊，你穿漂亮一点啊！哎呦，哎呦，好啦，你要哪一套嘛？我穿嘛，是不是？没有啦，你穿哪好不好？我说你啊，我是以你的口气、你的位置在讲的。没有啦，没有啦，我泳装给你穿。你有泳装？他叫很慢，忘记。有啊，他叫很慢，好像三秒吧，我也都在等，烦死了。Oh.哦呦呦，在旁边开始聚起来了呢。那有照片吗，西亚？啊，这关于乖个子啊，你可以不要拍脸吗？不行啊。你不要拍脸是不是？没有给你。不行啊，我就是要拍脸给你啊，是吗？那我叫我们店长穿，再穿给你。那我不要啊。那这样跟番茄穿有什么差别？啊？不一样吗？我觉得有啊，一样啊。不是番茄啊，我想看番茄穿。啊，我想看你穿啊。他只想看你，他眼中没有我，好吗？对，他只相信。对，我相信我的眼光不会错的。哎、欸，对，我们有观众在穿女装，可以请他代打。代打？你说？叫他穿我的泳装给你看。不是啊。
我就把你的泳装丢给那个呆鱼说，哎、欸，呆鱼你看，他说他这个是他、欸，哎，你相信他吗？然后呆鱼就说，信他个鬼啊！啊！靠！救我！救我 ！Go go go！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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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都会有泳装吧？不会有。我没有哎、欸。啊？男女都一样，我都没有。你会游泳吗？我不会啊。你不会？真的？对啊。你要教我是下水还是属于是旱鸭子那种？完全不会游泳，我可以玩水，但不会游泳。哦、是旱鸭子那就还好了。啊，搞不好我就是旱鸭子啊？怎么了？有一些什么水上乐园不是也要穿泳衣吗？啊，我就没去啊。怎么了？啊！身为一个阿仔，怎么可以去那种？跟人挤人的地方，可是不是都会去看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吗？我很内向，你相信吗？是吗？不信对不对？我讲出来都没人相信哎、欸。你感觉很骚哎、欸。我很骚。我很骚还是很骚？很骚，像节操那种。那你知道我有忧郁症吗？那你知道我现在还在吃药吗？看不出来对不对？没事啦，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相信啊。没事啦。没事啦。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大鱼最近才又回心转意了，就是说，为什么我离开？你过得这么痛苦。我昨天看脸书的时候，感觉你心情不好。嗯，脸书？为什么在看我脸书？没有，昨天看你直播的时候，就感觉你心情很好。没有、啊，你们发现我最近，你最近没看我直播都很少吗？有啊。对啊。想你。屁啦，想骗我。我信你个鬼！我有这么想你呢？我只是顺便想的吧。哪有？哪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我想到那时候番茄在那边给人家拿着枪，安妮你有事吗？安妮你有事吗？哎，我本来要剪出来，剪到忘记，我把那记录档删了啊。你把记录真的太快乐了。阿边，安妮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我就从口袋拿出粉尘撒，我说：“安妮，你知道吗？他刚刚关心你手上的枪不拿下来的。”嘴上朋友，嘴上朋友，我懂的。对，我那时候是好像是趴在地上，赶快起来撒粉啊！他还在旁边那边，安妮，你还可以吗？我们为什么玩这种游戏都可以玩到心急啊？为什么、啊？你的问题哦、喔。真的，人家跟你当朋友，你把人家当什么？塑料友情，拿你当朋友，你都演我。我没有，我没有。啊！快点，番茄问，这样你可以吗？我有手可以喝水，谢谢你哦。好，谢谢哦。我不会心急。安抚也真的是一个很坏的职业。什么？我说这把武器啦，也是一个做坏的职业。为什么？没有伤害，其实很好，很好打起来。斩斧是不是？我下一个也要学斩斧。很简单，它有很简单吗？蛮简单的，它有分，目前有三个流派。你都会玩充能的斩斧对你来讲不难吧？我觉得充能弹钢琴的东西耶。弹钢琴？
对啊，你要他前置作业很多。哦，高姐的话前面多一点，电锯的话少一点。哦。因为斩斧就有分什么上车流，就地上流的，跟苍虫哥很像啊。你是玩什么的？我之后会改地面的，因为这一版有那个啊，那个必定累积一场那个东西。哦，他玩那个什么？之前有人跟我推荐过，叫什么？他有一个虫技很搭，对不对？每次都可以触发回避。嗯，对，钢索吗？还是你是说、哦、对钢索？对啊，因为那钢索触发就可以触发巧击、连击那些巧击那些东西，那就算回避啊。如果想要就是用钢索再搭的、這個，阿宇说明就没离开过我，没有啦，我知道啦，我该给西雅听的啦。无病呻吟。因为其实我到现在还没回忆过任何装备。你还没回忆吗？我还没啊。哦，那你可以刷很多嘞。武器可以先回忆一下。嗯，就是想要等熟了、懂了再去弄，不然一定要 SL 嘛，比较保险比较好。你会吗？你会这样干吗？在想 Nero 吗？对啊。我个人是不会啦，我哇，我是觉得原想的要好费时间哦、喔，我宁可出去多打两场。我也是这样想。反正你素材都那么多，你就没有，因为我连珠子都没有 SL 过啊。珠子，金钻吧？金你妈！珠子不死啦，对不起啦。哦、我护士也没有。对不起，我下次我问话了你妈，我很抱歉。我想说，我说珠子，金钻吧，剑盾吧。我剑盾都还没玩过。你不先玩啊？没有。他们真的也是大推啊，但是我觉得已经错过那么久了，再回去玩感觉差很多。其实硬要说的话，我第一款玩最久的宝可梦就是金钻了，其他的就没有玩了。那时候还没认识你耶。我是在你玩金钻的时候加会员的。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番茄你好。谁知道啊？那请问你加我会员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个，请问台主喜欢兔子吗？那是加会员之前的事情，我说加会员之后的事情。加会员算是几年前的事，好不好？我决定加你会员了。没有，没有，等一下，我有感失灵，好了。好，没有，好不好？怎么？你说啊？几年了吧？之前在玩麦块的时候就有留言过啊，只不过那时候我说加会员之后、欸，哈哈。加会员之后第一句话，哦，对啊，我决定加，身为兔控的我，为什么不加会员之类的吧？我忘了，你都还记得？我还记得。那你还问我？我觉得你在说谎。没有，我刚骗。我觉得番茄偏滑水，先飘他出去。好，飘。他没穿女装，飘他。好，他出去。啊。好了啦，番茄。没有，我跟你讲，我还记得那是我家慧说的话。那你还记得穿女仆装的感觉吗？哎呀，我没有穿过女仆装。那你还记得穿女装的感觉吗？很羞耻。哦。那我跟你讲，戴上面具，戴上那个丝袜套头之后就不会。不要，丝袜套头可以不要吗？可以，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戴面具嘛。啊，不要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你很好，你很好谈呢。你是不是很难满足啊？我？对啊。你应该要看哪一方面的事好吗？就女装啊。嗯，我很难满足你，对不对？
我连这个欲望都没有好吗？哇，你无欲无求了哎、欸。没有。然后他应该是曾经穿女装被伤害过，没人肯定过他，没人夸奖他漂亮之类的，他很难。没有了。对啊，没有人看。哦，好，你讲。好、啊，你说。好，你说。来，我讲一下当初穿女装的原因哦、喔，因为那个时候是在要当兵之前的前一个礼拜，然后朋友就约我去桌游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不怀好意了，然后他们就想出一个桌游来，几个人，五个人嘛，然后四打一嘛，然后就跟我赌约说，如果输的话就叫我穿女装啊，然后我就输了。四打一，你在玩 DBD 哦、喔？不知道，我忘记那时候玩什么桌游了。Day by Day 来，桌游版。欸、有啊，有 Day by Day 在做游版，有，好酷。嗯，有 DBD 的做版，这我知道。四个人霸凌一个人的游戏，哇，好玩吧 ？DBD 某方面来讲，也是霸凌的，没错啊。刚刚已经不会玩了，可恶。没事没事，你可以问西罗雅。起来。打只茄子。叫我一下。你的交换技是什么、啊？尖叫。我妈。当然是问我的女神啊！好的，我到底说我啊？啊，有点伤害出来了啊！那个一叫，伤害加了100。都说全靠好是吗？是的。对，没错。我玩双刀就是全靠好，吼的又大声，伤害又高。我女装拍在前面，没有这回事。那他们有没有夸奖你好看之类的啊？我忘了耶，那个时候。那再试一次啊。那个要很。几年啦、啊，我都忘记了几年前的事了。我想想看哦。我已经退伍5年了嘛。那你再当一次兵好不好？啊，你再叫招要跟我们说。我应该没有叫招了、啊。不然他不好说哎、欸。你查一下就好啦、啊。我查过啦、啊，我不知道查过啊，他说没有记录啊。没有你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找到你穿女装的记录，所以不让你叫招了。啊，抱歉，你不是。他们把我丢在精神病患里面，是不是？直接免除让你叫招。对。不是，没有，查了就会中吗？我当初也是半信，也不是说半信半疑，就是很作死去查，结果他跟我说没有你怎么了？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教招的资料，准备教招的资料。上次教招也过了3年，我才教招2次而已。啊，不然要教招几次？嗯？不然要教招几次？看运气耶，有些人就很开心，才教招不到1年又一次。是哦。嗯。我没有教招过啦。听说是10年。大概会有4-5次吧，2年1次的说法。他说这辈子至少会有2次啦。对啊，我已经2次了，所以应该是没有。打住！哦，有的像是2到4次，然后看你怎么样。哇，那看你运气啊！所以已经过了3年了，一直都没有烧焦烧的事，所以应该是啊，这个估计是死了。喝啦！先喝再说。不要那么快先。对他吓死输嘛？没有啊，至少不会问他是你还行吗之类的好吗？虚伪，我直接判定人家死刑不是更好吗？老师，是吧？等一下，什么情况？还有西欧亚，你好。你是不是很想死啊，番茄？为什么打好 Q？ 我操！发生什么？啊！你是不是不怀好意想跟我殉情？然后说，你知道你抢了他的呆鱼吗？呆鱼也是他的，你知道吗？哦，呆鱼之前都会带我跑图，现在都不会。欸、他就是没有带你跑图，你就会跑了、啊，你成长了哎、欸，是没错的。你还是很怀念呆鱼的感觉是不是？你要怀念他。
不要说啊，真的蛮怀念当初下午三点，大概五六个人一起跑。那个太累了，你知道每次跟神经病一样，我的睡觉时间都没了，都要跟你们跑组。我都跟大鱼说，我知道三点没办法跑了，真的太累了。哎、欸，狗，准一点呐、啊！我又被包一次，再打一次啊，狗。他想说不是，然后已经帮你了。哎，怎么又中了？对啊，奇怪。啊，我就难瞧啊，我处女座啊。哎、欸，对了，Amy，你买的那一款抓鬼了吗？你还没买吗？买啦，买啦。买了等酒吧、嗯。我上班问你不理我。我你说的那天我就已经买了和宰了。哦。完了。哎、欸，那款的道具多好多、哦。可是我记得说没有比恐鬼更恐怖，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说那个没有恐鬼更恐怖。真的假的？那好无聊、哦。还是我们这班来约一天玩玩看。可以。恐鬼这刀枪你都还不更新呢、哦。猫躲在石头后面。再死一次就没了、哦，而且。啊，是我吗？先当个预言家嘛，那才能是点精华、啊。没问题啊。看来是西亚、欸，天啊，西亚才是狼。呀、yeah! yeah! ！我看他屁股就知道，没有啊，不是啊，他不会看魔物动作啊。对啊，我不太会。他就只会一直打、啊，所以你叫他间切格挡没有用啦。哦，身材挺风刀吗？有机会啦，有机会啦。只是有机会，你是侥有时候看你都是侥幸，刚好挡到了。好，不好意思，我把我站的其中一猫，不好意思啊。臭狗，怪番茄啊，抢猫车。啊、哦，番茄偷我车。哇，这车真香哎。咕咕咕咕咕咕。狗宁。更换装备，捕尸装。好啦，我补啦。我跟你讲、喔，不要小看我补哦、喔，我补伤还是很高哦、喔。基亚，你注意一点哦、喔。还可以赢我的太刀。对啊。没事，我已经演出来了吗？已经被演过了。我觉得会赢我太刀，还是因为龙属性打非蜘蛛的关系。你要不要试试看哪太刀啊？哪片手？我不要。哪太刀？你也可以啊。欸、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喔，你他威和下去说番茄补血，他马上松开威和了哦、喔。你要这样想哦、喔，番茄。我为了不能自己说，那还是要放完才可以收，你知道吗？你滚开啊！滚不开，滚不开。哦，那赶快喂下去就好了。然后我要换。啊，好热，我都流汗，为什么？我不是开冷气的吗？你还在杀北极熊哦？抱歉，北极熊，我需要这个酷酷的东西。不行，我房间也很闷啊，不开的话。穿脱饰品，那更换装备。啊，你说啥？我说我房间也算闷啊，没有透风啊。更换？对不起，你说啥？你不是我在看我要插什么东西，我很抱歉。安吉动可以动。嗯。可惜西亚比较傻一点，不太会玩游戏。是啦，玩习惯就好了嘛。打得可爱啊！嘿，哦，我做一下那个沙丁鱼，不要没了。好爆！最烈沙丁鱼是不是很香啊？你，真的？看到你的里面堆的哇，就不用再花点数去买生肉了。对，走势要。有什么好的、啊？嗯，过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碎裂沙拉丁鱼会这么小。我用碎裂沙拉鱼。你是不是都用那个券去给他们出去弄？券什么券？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私下交易的那个啊。我是用那个交易船啊。对啊，啊有没有放私下交易的东西？台湾树吗？不是，不不不，他有个卷轴啊，会拿到一些奇奇怪怪红色的东西。哦，我有、哦。不要用啊，那個、你用那个的话，他们拿到东西比较少。对，哦、那天安妮有教我，我都有在听。我要怎么把它弄掉、啊？哈哈，你再点开，然后按 X。点开按 X。点开点哪里？点哪里？你就点那个啊，点进去哦，按 Y。好了，啊，你有教哦、喔。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在上一次联动的时候就教了、喔，就是你在讲说安妮你没事吧，安妮可以吧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教的哦、喔，我都有留意、喔。你怎么这方面，你怎么这方面记得那么清楚啊？因为那天我就教他那个沙丁鱼的东西啊。哦。对吧、啊？你还想说什么？跟你解释吗？没有。抢了那一猫，你看刚刚都快死了、欸。对啊，番茄哦。啊，没事啊，才一猫而已，再打嘛，来，再打。番茄，你要不去吃一下鸟？不用，你给我去吃。不用鸟，不要。有用，好不好？有，我倒是有用啊，有我不要，浪费时间。哎、欸，对，我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弱者就是要吃鸟”。我去吃。你看我开局就是跑去吃鸟，顺便捡那个东西。我刚想到一件事情、欸、我的葵花装备有个是阳光哎。然后嘞？啊？我的青弩装备。青弩在阳光啊！你好，你好勇哦、喔！天哪！我看一下这套装，我看一下哪一件。哎、欸，你超勇的哎、欸！阳光，阳光的是。哎、欸，是哪一件啊？因为我那冰天鹅型好像，我那时候刷到还不错的防御力还是什么东西的，可是它是加阳弓，我就很纠结，可是又很那个属性又很像，反正你就想说啊，不一定会咬我啊，就算了，是不是？对，你活该死好。而且我刚本来远程的就会优先打，哦，还有加这回事，然后你还带个阳弓，然后就跟太太打架。嗯家庭内讧了吗？女人之间的战斗。番茄介入啊！啊，是我，是我、欸。那你超好久、哦，那、啊、超勇的啊！什么都看不到。没事，女神我来了。那我不看这些血条了。没事，血条你可以把那个血条意外关掉，交给我。我把这些血条挡住，不要看这些血条。不用看了。啊，这一场的眼中可以不用有我，要有魔物就好。打到，这个就算了啦，这个。我没事啊。我的，哎、欸，我的水，我快捷键还是水啊、哦，没关系。这里的台阶真的很讨厌，真的，上下扭的，烦死了。他怎么在不自然走动？他在麻。哦。第一拳不好。哦，掉
刚刚在想这个啊，有没有？这台阶很烦。讨厌无法。哎，撞起来，撞起来！这边有火山口吗？火山口要下一张地图。要去是不是？嗯，好啊。这边好像也蛮难撞的。不错。你们亮亮点。超过了吗？超过了吗？超过了，超过了。见了。OK。等一下，火龙，火龙，哦，哦，火龙，你叫错名字了，人家是吃火龙，他是吃的，哦、吃火龙，难怪，难怪你对他不敬，生气呀、啊，对太太不敬，是别搞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能确定要在下面打吗？天哪，好可怕哦，不用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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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有没有专业的奶妈在？有看过家庭教师吗？有个医生，他只补妹子，只帮妹子看诊。哦，有。对。有。哇！他在这里开个大，我们就不会啦。啊，七奴上下都可以。你看，他是想要他自己。有一个队友在上面，好讨厌哦！真的，我把他轰下来，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拿一个小爆头把他轰下来。你给我过来。下来哟、哦！他下来了。等一下，我都要死。然后他好像回去了。他回去了，他回去了。他一讲那个不是刚不下来的。他走了啦。哎、欸，下面有亮亮的吗？你问你啊，你不上不下都看得到。贝洛猫，哎、欸，协调打开，我在捡亮亮的东西，我刚刚跑去炸番茄。好了，我来了，我来了。他炸了，他炸的真是有够开心。哎、欸，很准，好不好？要可以在果上面喝水哦，那么好，那我在果上面了，不下来了。我还可以输出嘞，你可以坐在果上面，然后边喝水边输出。你疯了哦！伤害超低。不是，他输出我又不能补。哎、欸，可以吧？不是啊，我咬的过程中啊。我不能控制他的风车。那是卡主题的声音吗？没有，那是我，是我，是我。哦，欸、超像的、欸，你再发出一次那声音好不好？完蛋，要刻意发出，我要不太会。你刚刚声音很像啊？你刚刚声音很像。哈哈，还蛮像的、欸。等一下，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不要再吐了，不要再吐了。我刚才以为是繁星在吹卡主题。我也在想说。谁呀、啊？卡主题耶！这时候，没吹，没吹。等一下，吉雅你是在喝水？没有，我刚刚就是被那个
缠住了，然后就很怕输掉，就发出奇怪的声音。我单独发出，好难哟、喔。没事，这是我下意识发出来的。你的前世可能是卡祖笛，你知道吗？可能是哦。难怪我发出奇怪的声音，大哥。自带卡祖笛可以哦。哎、欸，火了！哎呦，哎、那个操作是谁？你猜啊！爆桶炸你！好好说吗？你猜啊！我心里受到威胁，等一下。没事啦，说嘛，一猫而已嘛。你们都好棒哦，哇！怎么样？你们都好棒。这是最烂的回答，你知道吗？没错，我记得。为什么你回答这么好吧？你这样子我压力很大，万一姨妈哎烦心，他不是在补血的，我怎么会怪在你身上呢？哎，谁知道？番茄，我要忍，你要忍很久了。终于被我抓到你的啊！可以，终于有机会可以嘴了，是不是？对啊，终于能嘴。这还好，我又不擅长嘴。你得赢人吗？对吧？我嘴不赢啊！番茄为什么不捡红色的？我又没捡到了吗？我已经捡两个了，我又没捡到它了吗？对啊，右边，你骑狗的旁边。他想背嘴啊！真的好多亮亮。好，捡了一个。就是反攻软体已经过期了，每次都跟我跳更新授权失败，好烦。繁体什么繁体？刚买的。那个防毒软体哦。你买看看看，买了之后我会不会比较少讲啊？啊？买什么？你看买防毒软体啊。你愿意说你讲话都是毒吗？啊，对啊。没有，怎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自己的？我就是怎样，我就是。那你穿不穿嘛？你穿不穿嘛？不穿啊，不穿。那就没用了、啊，就跟防毒软体一样、啊，就跳出来啊，你要更新。那不行的、欸，那你这个毒很厉害，防毒软体都打不了。啊，那你中毒了吗？你要穿的吗？我没有啊，对啊，那就还好啊，那只是跳通知跟你讲、啊。高速进行三级三一孔哎、欸。然后嘞，你要玩了吗？没有，我只是转移话题而已。他是在笑我，他在羞辱我。他说他换到高速变形，你还三一孔哦、喔？三一啊？那你帮我玩啊？不要玩。然后从你已经有两个朋友都在玩高速变形的武器了，你还不玩？啊，算了啦，你就说朋友这东西真的是假的啊啊！高速变形的武器，等一下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哈？就斩斧跟充能斧啊，就只有两把斧的会变形，对啊，筒枪不算吗？筒枪啊，筒枪哦，筒枪捅你哦，我不要，好恶心，不会变形啊，他那个不是变形，
他是从一个形态变到另外一个形态，超从从女装变男装，男装变女装的东西，好吗？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高速，你可以高速换装，哎，很棒，哎。哇，听起来很帅，哎。对吧？你们是不是活动任还没打？我打啦，我还没打。哪一个啊？你是说二星的那一个？哦，可以打、啊。天狗兽那个，等一下帮你把活动任打了吧，超简单。对。好啊，我没打。这场玩吧，还是现在换？下一场吧。下一场吧。走吧。よし、やるぞ。不行，我被击到了，击到想到我都忘记去练练筋了。哦，机架纺锤，机架纺锤喽。我想说还不想那么早去玩，然后想想也算，反正 SL 都已经没有用。哎，我还没吃饭。再不吃饭啊！大家要记得喝水哦，都忘记提醒你们喝水。那你要把我的水还我。我刚刚都有留给你耶，没有少拿两罐。你刚刚，我刚刚已经喝到应急药都没有了，我在喝我自己的药。哦，我刚刚拿一组走。你为什么要拿？你是不相信我？你看他，你刚刚全程有喝到水吗？要买药留给奶奶。对啊。我等一下拿炸筒炸你。好炸。不穿女装是不是炸你？我要四块结界。完蛋了，我又不用玩游戏了。呀头！我记得之前我跟繁星玩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厕所，回来看到两个爆桶在我身边。嗯，没有，那是开局，那个没差，好不好？然后开局就放两个爆桶，你看。我们浪费都在你身上，哎，你怎样？用在你身上，你要感激吧。好感动哦！哦，那我可以拿肉吧，这件。No， 拿。天奴拿什么肉啊？他要回避啊，他要躲我啊。啊，你不是要拿水吗？我拿完了、啊。拿不下。只拿四瓶啊，只拿四瓶，剩下就你的了。嗯、好了，你们。哎、欸，番茄，隔壁蜘蛛网红红的啦。哦。番茄。哦，等一下哦。等什么？那两个红红的，好赚。好、哦，我们都一定会来这边拿、啊。你看，邀功。你平时不会走这条路线的，你想骗？没错。你不是不会、欸、？Hello。你不是不捡吗？奇怪 ，Hello。我就想说，无聊就来捡一下嘛。对啊，无聊也可以穿一下女仆装嘛，对不对？没有啊，那个不是无不无聊的问题了，好吗？那请问是什么问题？对，什么问题？你讲啊，我听啊。那看来是没有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好啊？天哪！有啦，有很大的问题啦。只是我现在想不出来、啊，让我想一下。番茄，你少一个。你又没拿哦。你东西又吃一半，哎、欸，跟你讲，你这样子，你服装漏一个的话不好看。对啊，要穿成套的。哎、欸，你救我！哎、欸，你我跟你去打喽！哎、欸、你。哎、欸、你我来了，你。他搞不好也在穿女装的路上，穿女仆装的路上。我也想跟艾米变好，但是我好害羞、哦。奶妈，我要死了！奶妈，奶妈在拿奎义化，等一下。不行，你不能死！我来了，不行，我不捡了，我不捡了，我不捡了，没有东西可以迷惑我了。我要去来，我来了。好吧，我代替了一下捕食了。到了，再剪一下。有没有更新任务啊？有。哎，现在葵花几等了？对呀。吉维亚。哎。来，可以稍微看一下。好，要那个要怎么看几等？哎、欸，Go！等一下，我怎么还没喝到啊？太远了吧？有喝到，没有，我要喝的不是你。啊，对不起啊。我没有粉哦。相信这个奶妈队友，天哪！奶妈挨打了。哎呦，我休息。
这几集啊，怎么拉线好像变快了？哦，有点变快了，没有那么慢。那、啊、几集是怎么看？是看任务？任务啊，你那时候接的任务是几？38还30？没错，可以。那爸有这么快吗？没有。换了。哎，所以他满级是100的哦，就火山控，好像是。有啊，你隔壁的火山啊。好哦。看他出球。我撞得到吗？我撞得到吗？可以可以。没有哎、欸。啊，撞到了！哇，好多好多。哇，快夸他！他难得撞到。Yeah, 快夸我！奖励你一套女仆装。要不谢谢，我只要口头奖励就好了。女仆装也会有我的口头奖励呀！啊，不用谢谢，我比较好。我说的是那个女仆装不要啊，你的口头奖励我还是要的，好不好？好啦，你最棒了。哎、欸，穿女装最好看了。凶爸爸！我好了，我好了，我准备喝了，我准备喝了，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喝好了，喝好了。等一下，我的又玩又玩又晕又慢是怎样？哎、欸，狗狗呢？我的狗呢？哎、欸，狗在睡觉是不是？我不睡。可能狗，可能只狗真的不是你养的吧？哎、欸，狗，不是我在晕烂你。你耐冲啦，打不到啦！哎、欸，我的狗不打我，你不要我耐冲哦！可爱臭狗，不养你。我家没有狗罐头了。啊，弃养，弃养，弃养。啊，弃养，弃养。把你的耐冲拔掉。好，等一下。放刀。双刀耐冲是可以吧？刚刚你说了，你可以反正几乎是鬼人话啊，没关系，对吧？你拔吧，这样队友还可以救你。反正有人要对你丢爆头的话，那个也是没有用的。那我刚刚说想要装耐冲，我忘了。他被队友打。啊！可是耐冲也防不住龙骑战啊。正常的啊，你不要靠近那些拿那些武器的人啊。不是我靠近，是他对着我射呢。那是他们错啊。他就很射啊，他就对着我射。你谁啊？很多啊。妈，那就是他们打你去旁边玩啊。啊，那那些打工的人就喜欢射我。啊，你就给他们打工啊。啊，你去旁边做你的工，你去兼职嘛，好不好？都说打工了，让他们打、啊。我现在是有，不是。怎么了？放开我，放开我！哎！下，哦，被抓到了。嘴巴好酸。没有说那起爆龙弹，我以为没有炸到。转一圈，没有，太错了。啊，我忘记装那个插件了啦。哪个插件啊？按着就可以自动射击那个插件。不用啦。你装了的话，你之后拿菜刀那些按左键，它会自动帮你回。我跟你讲，不是说可以关掉吗？我记得，是吗？哦，我记得杰克说可以关啊，可以吧？我换套完其他武器怎么办？换你装哈？不然套完其他武器，不是他那时候就是说那个其实就是给那个金武吗？没有连发的那个。
那个手把用的啊。玩这游戏会用到连发手把吗？嗯，对啊，就是杰克就是用连发手把玩青奴的啊。哦，啊，我现在也是用连发手把啦、啊，所以我们只要按一下就好了，按一下压着就好了，不用一直按啊。啊！我要换手把，我要换手把。然后我的礼貌手把已经用了一年半了，再换。好、哦，现在是粉色手把哦。躺在地上有个尸体一样。奶妈可以帮忙补展位吗？我要绿展。你要绿展了，来过来，我喂你吃磨刀石。奶妈，磨刀可以广域化吗？我磨。有没有听到这清脆的磨刀的声音？有听到了吗？我的队友听到了吗？是真的可以这样磨刀？当然不行啊！有一把有笛子可以帮忙吹磨刀，笛子可以帮忙提高锐利度，好酷！该吹了吧，各位。不是，但笛子缺点很明显，就是你在吹奏的过程中，万一你的队友快死掉的话，你要等他吹完，你才能拿起你的水，好才能喝这样。对，你现在很沉醉在你的笛色之下，你的队友快死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才会都不拿那个笛子当奶。有好有坏啊，奶笛。防御可以堆到2500多，对啊，好夸张。就是你奎义也是多堆防御啊，怕他吹防御力大、啊，那些加一加。然后种子、粉尘、药水喝一喝，对啊。我这边奶妈也吹一点，吹笛子的。我风险太大了。都给他们吹，我都没有再加一些量。用在番茄身上爆头比龙还多哎，对啊，再浪费我的爆头。嗯？9分17秒。幸せいっぱい。这样，那怪我的输出低。我干嘛怪你？明显吧。怪我输出低就好了。我想要洛特二的护士啊！今日はお得なセールだよ。姐姐活动任吧。好。啊！因为感觉关于那个萤火给的好少、哦，你做棉花糖吗？对啊，很少啊，才一个火呀。啊，挂了，挂那水母还比较有用，水母半个大辣。挂什么水母？旁边不是有钓竿吗？可以钓水母啊。可是那、也不能说手动，那不是挂啊。对，那不是挂、啊。你是不是想穿女装了？你好，奶错。没有。现在大家吃馒头都不会躲在那个阿妈那边了，直接跑到旁边玩了。换哪个任务？啊，那个还没看，还没看他的等级耶。我等级，他葵花等级啊，现在就可以看到、啊。那个你按一下成员清单，39，是吧？39，好吧。基亚，不要拿水，二星而已，不用拿，不准你拿。那我拿个吃的东西，不行，还是拿下了。不行，你用不到。哎呀，啊，一人两人选一只啊。两个人哦，嗯，我觉得应该会变成三个人打一只，然后一个人打一只，四个人打一只吧。
哎、欸，我麻双还是要跟我一种。那就番茄一个人了啦。没问题，来下一个。哎、欸，对啊，西亚，你要不要去用麻痹松刀？好玩哦。要啊要，正准备要弄而已。好、啊，还而已哦。对啊。要最近都会打上位啊，没什么好弄。你在怪待遇哦？没有啊，这个就要花时间自己弄啊。但我想陪他。他也想陪你啊，但他没有钱啊。走喽，出发喽！他还没买 DLC 啊？这还是我在陪他上位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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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三妞。下一位，哎呀，好混乱啊，看不到他们在哪里，真的蛮混乱的，他们两个颜色好像哦，颜色有吗？我不懂为什么是这两只搭配。老卡跟你说，他们就是摆烂啊、嗯，完全没有故事还是什么之类的，两个摆在一起，莫名其妙都被凑一对，不像天狗跟螃蟹的故事。对嘛，1253嘛，这伤害才对嘛。打飞蜘蛛才打500，快哭了我。不是你自己用错武器，怪人！天哪、啊！我怎么知道那个龙是零哦？我平常不会去看那个东西啊。哎，死掉了。改天继续做，可是后面还会再打吗？那就飞蜘蛛打什么？我想说要不要为了飛蜘蛛不是啊，你还是会碰到洛龙鳞的啊。你真的以为这一版是全部都洛龙是不是？是没有这样想啊。我不信。我真的没有这样想，真的。你根本就没想过啊。有啦。下来啦！叮，是麻过一次是吗？对，他刚麻过一次。混乱了，啊！这只没有打破千，他一定没有落龙。你如果要打属性的，你每个都要做不是吗？啊，你没有打属性就做那个啊，驯龙的啊。驯龙伤害其实没有说很高。啊，不是你真的打到洛龙也一样啊，没错。对啊，那我就不如拿那个爆破属性就好了。爆破其实不好，
真假的？爆破你累积到也只是送你。这个版本不强吗？对啊，你看你辛辛苦苦打那么多，累积到而且才爆个300-400。好吧，这样讲也是蛮有道理。300-400随便砍。你拿毒太刀也可以啊。毒太刀有谁？我再去看一下我太刀。你看霞龙，不是之前是版面也蛮高的。霞龙我不难的原因是我看不到他的刀身，我觉得又没差，你要贴多远啊？我是真的觉得他就是看不到刀身，我就觉得很难控啊。当初真的觉得就这样讲，不行，他会影响我发挥。对，他会影响我的实力。你知道站多远？哎呀，真的砍不太到，我看不到他的刀身，我就砍不到。借口，可以等我一下哦。那你怎么不拿村长的那个村长的太刀？那把好吗？又大又长哎、欸！真的比修哥手还要长哎、欸！那时候就是跟我讲，因为我跟你讲过了吧？他说已经跟他们讲，我这边先关一下直播，等下家人回来会用网络。哦，他说他跟雪鬼兽比长短，比大小。我说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人家？又粗又长的，他不信，他跑去比对了，好像真的输了耶。好的，看这个人。好，打什么？那继续打飞机猪吗？对，你看有没有等级更高的？你看，你现在是35吗？39。哦，差一点。你要40以上才能？哎、欸，是吗？哎、欸，不对呀、啊，好像他可以打40了。好了，我回来了。糗事，我的糗事讲完了吗？没有了。你要补充吗？还有什么吗？没有啊。那我去看一下那个太刀。那就一样打飞机桌了。嗯。好。因为奶妈手痒了。手痒是你要打架了吗？对，该打架了。阴阳龙太刀也可以耶。哪个太刀？阴阳龙啊。冰狼吧。冰牙。为什么是冰牙？我记得推荐名单没有到冰牙，要自选冰狼。自选冰狼。对啊。还有特选冰狼，有的，所以钢龙也不推哦。我钢龙跟冰狼啊，那叫冰狼，没有，因为你讲冰牙，我想说你要冰牙，干脆做冰狼。每个武器的不一样啦。我还要寒冷做冰块，这好像是要去挖吧？算了，我继续拿武器。那、胖龙的我就拿轻武，那、不胖龙的我就拿太刀了，好，就这样了。你只是在逃避责任。没错。还是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40等的那个飞机。对啊，我刚想说我有看没有。哎呦，我有40等哎。哇，这个破影。哇，是的。太兴奋了，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对，我最高40的，哇，70的冰牙龙的。那接那个贴、图的原型是什么？这个吗？这个是团子。团子。是团子。你不觉得像团子吗？我贴另外一个给你看。上面那两个触角是什么？那个猫、那个兔耳朵的那个、兔兔团子的耳朵啊。我看一下哦，聊天选项贴图。这些完了，长这样啊！哦，啊，这个是付费贴图。我那时候在逛那个 skin 的时候看到这个，我就好丑好可爱，我就买了。我刚刚说要阶级等的飞蜘蛛来，40。
他还有干嘛？他还有这个干嘛？哦，再高一点。那个鱼好可爱哦！一条咸鱼。嗯，那是尾鱼吗？对。爆裂沙丁。不偷啊！啊，各自拿水。我是看到有人说，充能府现在水鼠那本来就是我那条鱼嘛，嗯，然后有人说因为害怕鱼的外形，所以没有办法用那把。我觉得那把很可爱、欸，我也觉得很可爱。那他世界有一把是鱼双刀、欸，哎，真的、哦，两条鱼吗？对，然后他的手会一直扭动，一直啪啪啪啪啪啪啪扭动。真的啊，他真的有啊！我那时候他那一把水属性版面超级高，就物理版面很低，单位也很低。这个就是一种他的伤害很高，版面很高，可是有些人不喜欢鱼，你就是非得要用它。哎呦！哎呀，番茄，没事，我还活着。你够了，我真的讲你够了。加油啊，飞蜘蛛！你不是硬要帮我加油的吗？等一下。那我要帮飞蜘蛛加油。为什么锯不断啊？那条线，我锯断了吗？哎，我锯断了，是不是？你有锯断吗？那个可以锯断啊？有吗？它有可以锯断，那可以。它可以啊，你用技能也可以打断它。刚刚这个没有锯断，可以。哇！想到飞蜘蛛，就想到当初魔物猎人在Switch发售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打赌它。HR7 的，我记得是。哎呀，好痛啊！再说你还很爱他的裙子。对。哇，你们认识那么久了、哦。我们啊、你好可怜哦。是吗？我想要碰死他。我们第一次又破音了，那好烦哦，江红。最近不要唱歌比较好。我们第一次玩的时候是玩什么？是玩恐鬼战。是恐鬼吗？嗯。哇，彪！我们第一次玩游戏就玩那么刺激的东西吗？这么刺激。还有漂流。哦，对对对，还有漂流。最近他也消失了，失踪人口。没错，那是红色青蛙吗？哎，对对对，对，那是红色的青蛙。我知道啊，我看了一遍啊。这样很意外吗？还蛮意外的。我会吗？大家都是在讲那个别的游戏的故事啊。他之前讲动物的时候，就也是蛮出名的。讲故事，对啊，就人都爱看故事的啊。想当初喜欢查查玩，就是因为他。真的？对啊，其实我一开始没玩错，我一开始觉得查查玩就觉得还好啊，而且是看了他的那个影片之后，好可爱，我要装他。他就刷了1000票。对，就买75张装到葡萄湾。胖鸡也是那个，因为动身的关系。那对，虽然我没有玩啊，但是就那时候有看的时候有出现。
现在还是会偶尔收到评论说可不可以再发动声，可是我想说动声动声我要发什么？对啊，动声没得发，要不更新。是没在更新的。是番茄，都是番茄。怎么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就知道它更新，可是内容已经没什么吸引了。但是现在好像是连小物件都没更新了，对吧？哎，前几天有更那个，但是那个也不是才更的啊，就是。是哪里啊？西班牙的番茄节吗？知道了。有一件 T 恤，但是那个也是蛮早就加进来。很久，你知道我这次就一直收到留言说，欸、番茄你知道吗？那个动物森友会最近有增加一个番茄节衣服哦，就回答说那个是去年就加了。那去年就加了，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他好像是。按时间的话是最近才是，对，最近的，对，他早就加进来。哎、嗯，那只什么时候来着？刚刚就在那。那只是放屁的那只。对。OK， 我离他远一点。没有，现在是我在骑了吐舌头喽，吐舌头喽。你看，番茄，逼着番茄，吐舌头喽！红红一颗球、啊。那下次联动的图要放刺甲兽了哦。你都不要吗？好可爱，然后说，请问有番茄的那个吗？有啊，你去搜寻刺甲兽。你在他头上放一片叶子就好了，地头。哪有那才不是我的本体好吗？飞蜘蛛会变魔术哎、欸，真的哎、欸，那不太行，不可以变过去了。只剩九千血了。拉直线的那个翔虫，你就可以超了吗？嗯，我拉直线，你要射在他身上啊。是拉直线之后，下一个直接按攻击射在他身上。不是，你在拉的过程中就可以射了。是哦，按圆规的那一个吗？
不是，我还想说我拉完之后才射的。嗯。不知道。其实刚刚天狗也是龙鳞哎哎，我就只是单纯你肉质问题。肉质吗？对啊，啊非蜘蛛版就壳比较硬啊。好吧。30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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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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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秒，
晚上好。保护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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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我。放个荧幕线什么的过去。哎呀，不是不是，是我。感谢被蜘蛛的尸体，谢谢谢谢。希望我只挖到一次而已。有啊，就不错。挖到一个农什么魔物的浓稠液体哦。浓稠体液吧，液体是什么？体液、啊。隐秘的。那接下来接什么？就是要越接越高等了。你像今天才會，我们来接一些有特殊任务的。我记得经验不是也很多吗？那个啊，大连续狩猎吗？哦，你说特殊条件的那个、哦？对对对对 对, 對。好啊，完，我相信你们也腻了。一直看那个飞蜘蛛，为什么番茄的 MR 都不升啊？你是有卡住了是不是？他卡的，他说没差。现在谁还会打那个东西啊？对不对？来嘛！啊，西欧亚，那西亚打不了吧？可以吧？可以，他可以就是进去打，但他就是解不到。哦，啊 ，MA 的没什么差啊。我带你去找猫咪。好诶、欸，我准备打他。他很嗨哦。很嗨哦！我有打过他吗？应该没有。没有啊，等一下你等一下就知道你有没有打过。等一下去吃鸟。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动画出现，就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应该是没有啦。哦，我有保险。会被番茄用掉哎、欸。等一下我去一下楼下问一下工作的事情，好，然后看一个动画。那狗啊，跟我站在一起。你等下看到只会觉得帅。我会负责看就好嘛。你要负责帮忙打、啊。你想当呆鱼啊？对啊。你像是个 MV 那就在我的腿上玩好吗？呆鱼过来。来了。我说呆鱼。来了。啊，我要当呆鱼啊！我来了。我是你转圈圈呢、啊，先去楼下。他们说这很难呢。好的。还好，毕竟他不是古龙，他可以用陷阱来搞。因为那时候他开大招，啊、我只是看到无聊放个陷阱，就把他制裁住了。哇，他好帅哦！对不对？我就说你会说他帅。哦重点是你要看他的手、欸。我在看动画。哦。保险金团子是有支线任务要做的。保险金是那个啊，随机的不是吗？嗯。你看他的手都是变比较大吧。哇。没有，他手手好帅哦！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对他瞎了。另一只是有疤痕啊、哦！哎呦，看他的疤痕呢，太帅了吧！那我们去捡鸟，那个不捡鸟真的会死。
然后西亚走这边、哦，突然有一点小烂。走哪边？左边的墙壁上，上来。你前面的鸟先吃，再上来。想从这是嗯放下哇好会飞啊然后再过来主要是捡绿色的啦，哦，嗯，鲜亮的，对，绿色跟橘色，橘色也捡一点。说我怎么可以再吃你啊？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阿凡提是要吃吗？是哪一种鸟？嗯？是我想的哪一种吗？不还有什么？哎吧，想吃一下。对啊。压好了吗？来了来了。应该剪完了吧？剩一格对不对？剩一小格，在下面下面这里。可以出发了。哇，你记性很好哎。我没有很好，很久没走。那你怎么知道？你去前面找安妮，我去捡个东西。好。没有，我还在吃。哦。安妮，快去跟他吃。好，吃。我去贴贴。这边有个大翔虫啊。攻击力吃满了，好勇哦！你都吃攻击力哦，我都只吃血条而已。那想说就顺便拿一拿嘛，然后他就勇啊，啊，勇给你看，我很勇的。完了，我也差不多了，要下了是不是？没有了。哦，我怎么可以把这么香的机会留给你？我也要。阿西亚给你，安妮给我。哈？那我跟我们同意了吗？嗯、我刚刚看到番茄跟番茄，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好吗？你要分开头一起，应该的吧？我拿臭鼬丢你哦。阿牛。这种臭鼬不能丢队友啊，可恶。啊、开打了、哦，可恶！我有一点卡，是为什么？那肯定是我不在你身边，没有来的东西。好帅哦！你过来，努力敲一下他，跟他不太熟。没有叫声。加油！
哇，怎么震动那么厉害？有啊，哦，他那个尾巴直接打到，你冲嘞！爽，冲刺喽！冲刺在哪？兄弟，兄弟。还有个，刚早拉完了，你都没在看呢、哦。哦，我刚刚拉，哦，应该有拉去撞撞到虫子。这个辛苦大力，看死。啊，好辣，好辣，晕，好晕。我倒两次哦。啊，先挂的。好了，换另外一只龙来了。哎、欸，不是有那个蜘蛛吗？黄色刚刚有谁捡到？哦、oh. ，没有哎、欸。拜拜。打不过吗？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回话之后就觉得怨火的形象崩死。哎呦！我真的为什么我掉帧了？怎么了？是因为这一只的原因。没知道吗？它的特效特别多。我想起来了。哇！哎！三次。番茄，有没有吃鸟鸟肉？有没有保险？哦，我们还可以再包三次，谢谢各位。这样子，这样的吗？这保险是给你吃的耶。谢谢 Amy， 谢谢 Amy 大大。哇，你怎么做？好啦，这是你的紧急任务，你吃啦，给你过。哦，你对我太好了。啊！我血量满了，怎么有在猫我吧？难说哦。我相信他很乖的。他在干嘛？我不知道，我刚刚看到都好奇妙哦。他超奇怪的。好奇葩，他抓吗？他在打死。对。
他可以抓你，好哦，我放我放。他是八千哦。可以八哦。迷之抽搐。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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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这里这里这里。20秒20秒20秒。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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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啊，逆鳞啊不是逆鳞啊，他的鳞。逆鳞。打真是很旺他的逆鳞，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会挖得到啊。哎，这么说我缺一个逆鳞，不错。转。哦。天域耶，又是天域、啊！天啊，东西也太少了吧？正常吧。不知道猫一次就会减少报酬吗？就你，那你有花钱啊？没关系、啊，反正夜火龙东西不需要嘛，除了逆鳞好吗？看一下你会多少？应该也不会很多吧？我记得没有打。你要先讲话，对不对？看这模子，啊！你问完了？嗯？为什么？没有你在哦，116。那我就记得我卡100，没有卡很久啊。那接下来差不多到这边。嗯？哎、欸，你差不多了吗？嗯，我差不多到这边。OK OK。辛苦啦！不会。辛苦啦！下次再见哦。またお話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ね。我们继续啊。那打什么？看你们想打什么？不是啊，你的你现在首要等级就是要先拉起来。先看你飞蜘蛛几等吧。我这边是十一。十一。哎，我那时候记得什么？那时候至少要几等？50。我也是十一。那你接啊。先把你的五星任务开出来吧。五星任务要到50等啊！对啊，然后再打一个特殊任务吧。哦，你说他的 M 啊，不是他的魁翼哦。魁翼啊，北七哦。他 M 也要50耶，50也有他也有那个任务啊。哪个啊？不是紧急任务吗？有在打、啊。忘记50打什么？哦。继续来拿我的青奴。好。下可以到几点啊？抓11点吧。好啊，那就11点。11点还可以打个两三只猫的6次。你用番茄的部分吗？没有没有。哎，我今天怎么了？我平常没那么容易猫的、啊，奇怪了。哎、欸，我刚刚那只没有猫了，没错吧？我现在很少猫了吧？对不对？你还会猫，我真的是要笑你。啊！你要不打看100那个啊 ，HDT 他们的、啊、晚点就下去打，晚点应该没有了吧？他们等级很高，100等都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不要。目前先不要、啊，就是一下一只小朋友啊，试试看啊。一下一只小朋友，对吧？我现在等级好像也没办法，我现在几等？70几而已啊。没、欸、跟安妮说完晚安。我是他，可恶！女神晚安之类的。可啊可。话说应该不是晚安。哦对耶。
他那边时间应该是早上。好啦，女神辛苦的。早安，赶快去吃肯德基。然后每次敲他，我还是都很紧张。女神辛苦了。今天也好紧张哦，正常吧？对啊，那天番茄就说什么，大鱼问说，想认识一个什么可爱的 V 跟安妮玩，嗯，谁？大鱼最近又去滴谁的台？可惜啊，不是马上联想到你啊，我没有啊，想说他又滴了谁啊？然后结果然后说是西亚哦，不直接讲人话哦。我想说你马上就联想到了。我没有。哎，不过丹鱼有问过你哦。请问这是奎义化吗？这是奎义化的蝙蝠吗？蝙蝠还有奎义化？对啊，而且是我们玩家摸不到的奎义化。哇，这么帅！那是那个蝙蝠是增加那个魔物攻击力的东西，那是翔虫吧？不是啦，魔物攻击力的东西是什麼。哦，这个啦，这么飞着那个吗？对啊。哦。啊，这样，我今天疯狂攻包，为什么？哎、欸，番茄来了。番茄刚刚这边有番茄在，你不用。居然是有点奇怪啊！我这边东西还真好。哎，那这番茄锲而不舍哎！哎呦，很好啊，拉上来。哎，不是，你不要逼动我，番茄。番茄，你够了哦。番茄，你够了，不要逼动我。你针对他就好，不要来针对我喽，番茄。只是番茄表示比较强，针对你。很色哎！我还要强调去扒我巴掌。啊！说了什么？打他的头都没有落点。他昏了，等下喝吧。等下我晕倒。你看他就拿着枪不帮你补啊，他这样啊，没事。我想说他可以自己补的嘛，我怎么知道他晕的？他晕你了。这边有个红红的东西。哦是哦。你看那个线可以打、啊。它就是它那个蜘蛛线都可以打。嗯，还是有些不行。都可以啊。都可以。你把它打断，它就不会勾过去啊。哦，现在才知道。可是
青龙射得断吗？攻击有攻击的东西就可以。哦，等下试试看。太快太快太快！啊，幽灵好晕，幽灵。这你在哪？我怎么看不到你？啊，满满的弱点呢，打得真开心。打是一团火。白痴，我想说怎么奇怪怪的。怎么了？我拿雷属性打他，打错了。对，然后现在才发现伤害不对。收到别的声音吗？嗯，没有。收到别的没有 ？OK。然后又有人在你的腿下之类的吗？没有啦，还没有是不是？对，还没有啦。这个位置留给你要不要？我知道你会说不要。啊，你在讲什么？没事。等一下，好不好？对，我就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好吗？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好吗？我要留言给你，我没叫你。我知道啊，我怎么了？我想说，你醒来应该马上密我吧，结果没有。很累。我知道你很累。还敢直接晕？哎呦喂呀！任务也都还没解。
光玉啊，光玉今天有新的任务啊，大家可以去玩一下。那个任务还好啦，小任务而已。啊，只是应该也有奖励吧？还是没有？没有、欸，啥都没有。没有没有啊，他只是有一个在那张地图拥有的小伙伴。哦，小水母而已。那水母蛮可爱的。回能啊，在水下回能。只可惜他不能一直跟在我们旁边，不然像那个深渊记忆捡贝壳的时候，他就很好用。干嘛？荧幕线，荧幕线。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哎、欸，他是不是捡东西的时候没办法被吹起来？在挖的时候不会啊，挖结束才会有。西罗啊，给我过来！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得逃离现场。游戏游戏，他找到这款游戏的乐趣了。49了。我这边有一个44等25分钟的冰牙龙。嗯，啊，所以不是说特殊条件射能更快吗？我不知道哎、欸，所以没有人测试过这个东西。没差就打。冰牙卡。25分钟是不难的，不难啊！我刚刚看到更难的是只能倒两次的。我看到不能倒，还没有奖励的。之前不能倒，不能死啊！啊，奖励又是零的啊！你说世界的时候？没有啊，这个的时候啊。这个有吗？我记得有。这代也有。有啊，他就是条件都很苛刻啊。这么坏啊！零报酬之力，哎、欸，还是我看错了。报酬零，两次倒下，失败条件吧？对啊。秀三。好像其他的条件就还好。啊，就先打这个吧。好，先打哪个鸟虫？哇，一直打那个蜘蛛。啊，对，今天都打蜘蛛哎。我们今天看了几次蜘蛛？还好吧，我们从回忆化开始看了几次蜘蛛。也是啦，我看一下，我现在狩猎最多是不是非蜘蛛？应该不是。我雷神龙狩猎70只哦！哇哦！要绝种了！你飞，你冰牙还是要拿一把哦。哦，没事，我以为你要拿。应该是可以啦。要不我吃饭吗？哦哟！如果要升奎一等级的话，委托会比较快。哦，你是说解那个他指定的委托？哦。哦。光升 M 还不够，现在又多了一个要提升。总共只剩两罐水。嗯，只剩两罐。我以为你们没有来，我没有，我以为你们都走了，我就全部一样。是他、哦，是他、哦，不是我。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啦，他会原谅你的。我去采采东西呀、啊，啊，安妮不在就可以对你严格一点。对不起啊。不要不要不要，待遇都给你了啊。啊，我老婆也给你了啊。你要确定他真的给我了、欸？那是你们是我不够强是不是？对啊，我就跟你搭了这条桥了呢。啊，表现就是靠你自己啊。没啦。对啊。在说啥呢？都已经帮你牵线了。啊，这说别呢。最近他也把我弄得很难过啊。为什么？我们在看剧。啊。看的那种会很感人、很难过的。比较难过方面是这一方面的事吗？对啊。你们在看哪个剧？与君初相识。这你应该不知道啦。妈呀，不知道。啊，大陆剧。然后那时候最好笑的是，我们明明就很难过了。然后我有个朋友叫土司喵的，他更难过。为什么？他可以，因为我们可能只是滴两滴眼泪，他是鼻涕眼泪一起流下来的那种。他就讲，哇，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个人怎么还不去死？我真的快气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笑了，就缓和一下。那我可以跟他当好朋友，我超会哭的。我也很会，只是没他那么夸张。那时候他那么夸张，我快笑死了。我也都会说很夸张，所以我怎么敢？火鼠不改又能火吗？给你看哦，别人大型为什么不考虑？因为我只狩猎三只，有没有看到？萤火龙只有三只。我葵翼化之后没有打很多吧？我这次更新之后没有打很多魔物，生病了，没有什么在打魔物猎人。我一大堆装备还没更新啊，我连葵翼化都还没有去葵翼。这我就没办法帮你了，你是直接被他炮轰死了。对啊，大神。奇怪，刚刚拿了十瓶水轮，怎么这个方法啊？不是，要打我脸上我就直接没了。哎、欸，你有喝鬼人药跟硬化药习惯吗？他吗？他哪有可能喝？他材料那么少。又来一次输入输入。哇，是三方大乱斗。对，找着喽。笑死我！我就会哭啊，不行啊，我不能哭，是不是？你们都不要哭啊！这个副手，还是还在那边睡觉？对，在睡觉。副手副手，他完全没在动，他是睡着了啊。对啊，他叫呼噜呼噜。嗯，他日文那时候日文名叫呼噜呼噜。哦。嗯，然后这边正名叫奇怪龙。哦，他这也蛮奇怪的。还蛮恶心的，你不是很喜欢吗？有些人很可爱啊。看起来很像烤鸡，很好吃，我没有喜欢他。那你知道他有出睡袋吗？可以啊，哎、欸，超可爱，有抱枕哎、欸，它是人气魔物哎、欸，它算是人气魔物的一种，就有些人真的啊，它有它的市场，它很红哎、欸，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那是你啊，你不能，这是多数觉得社会、欸，不能只因为你不喜欢。没关系，反正我不会消费。我也是不知道什么，布鲁会有他的市场，可爱啊！记得他好像二代时候就出现的魔物吧，还三代。如果他的放进烤箱里面烤来吃，我就蛮喜欢他的吃的部分。
哦，吃的部分，那你确定你要吃的它吗？它不好吃吗？我怎么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番茄确定不穿女服装吗？哦，这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OK。没有啦，一定要穿是不是？等到我的频道总有一天到达了十万订阅再说好不好？他那随时跟人家讲说抖多少，五万、十万的。我怎么说是抖五万台币，不是马币吗？然后人家对，人家给了五万马币，结果他没有，他没有实现承诺。我有说是台币，你是没跟人家讲清楚。我有说。你有说人家就不会抖了，是不是？你骗了利恩。哦，那骗利恩。哦，对，我们现在观众好像都已经快要重点了。对啊，没市场了。哪里没市场？你那边不是都会来看我？嗯，不会吗？比较少吧。不是啊，知道你跟会不会看是一回事啊。我这边谁不知道你了？哎、欸，利恩说没有讲币值啦，我有讲吧，我说有可以买3090的金额哎、欸，番茄、啊，我有讲吧，有吧，说不定他的3020那边就那个币值啊，就那个价钱啊，那我那颜色是蓝色来确定吗？这样。利恩剪下来了，好，你剪。啊，教主替你当证人，替你主持公道。我们都相信你啊，利恩。我等下打完这场就应该差不多了，要先去用个东西。没事啊，你不是要11点，还是你要提早？我妈突然叫我，哦，叫你装好，哎、欸。阿茄啊，现在试衣服啊，你是说这件对不对？蓬蓬吊带、嗯？不是。哦，好了，明天上班要穿的这一件。没有。会 boing boing 的。对吧？干嘛凑队啊？我喝个水。欸怎么没有感觉回去？哎，你现在火试炼是跑很顺利吗？国恩啊，哦，火试炼怎么了吗？你会跑吗？我会啊。你是哪一种？哪种跑？超人啊，带小号上去啊。啊，死了。但除了水以外，其他的都可以水通。水不行啊，水不行啊。我们最爱玩的水已经不行玩了啊。哦，现在都不能。可是马同学有成功用过啊，不知道他怎么。我从7秒测试到20秒都试过了。哦，你也去测试过了。我去试啊，没有成功过半次啊。可是他那天就真的是。用跳后台方式过去，因为我有看到，我不知道他怎么用。那几秒啊？来，来吧。
好了，我要跟他下去了，要不然待会我就妈会打架。拜拜拜拜拜拜。那等下我再光去光一下去找你。好。啊啊！感谢西亚。啊，走啊！嗯，你不是也差不多？还是你要再打一场？还有十分钟，看你啊。分钟。好，看你扛了，算了啦，休息吧。啊，我休息好了。嗯。哎嘿。前段时间都太晚睡了。还好吧，我们现在那时候，那时候头太晚睡到起床会头痛，头晕又头痛，没睡饱。对啊，可能不习惯啊，没睡好吧。我今天起来的时候还扭到闹枕。啊，好啦，感谢感谢。好啦，也可以先把心情缺一起打楼啦。さあさあ、特売部で大当たり得しちゃったね。今後ともお引き。はい、那我就去观台啦。拜拜。バイバイ。啊，好了，感谢感谢。嗯，然后今天是突然昨天找的人啊，昨天突然找就说，什么找了西亚跟南尼问我要不要，我说可以啊，我就说那、啊、你对我那么好哦，有这两妹子里没有算你哦，这样子。欸、想说现在下礼拜一是有跟阿旺约那个啦，枪火重生，他有更新新的角色 DLC。 那如果他到什么六点七点还不更新的话，可能就是礼拜二了，所以行程有排好啊。你说什么萤火龙的哦，枪火绝影没有，因为就是最近没什么在打魔物啊，最近也是偶尔看到 BC 群有人可能缺一个，我就会说哎，我要进去蹭书，蹭了两场之后就不行了，感受到身体不行。哎、欸，在哪里啊？火龙眼神吗？绝影炮虎要白痴哦，这把、喔、这把好吗？江千草，可是他不能塞变级龙珠哎、欸，啊，可以克制强化一个哦。等一下哦、喔，哎、欸、有哎、欸，多好多哦、喔。强属性瓶，哎、欸，好像不错哎、欸。好哎、欸，不行，现在材料一定。我也是，我看属性跟彗星，没想到百龙没有啦，百龙可以回忆上去啊。对吧？欸，材料够。然后主要是会考虑到也要做片手的，所以我通常都是两把武器的材料同时够用会一起做，不会先做一个。这样最近真的片手玩的好少。等一下，等一下就要休息了啊！今天一直在看我的那个，我的，不，看那个新的光遇那个献祭要怎么跑，因为感觉有变得好奇怪。在哪里？片手511。你看斩吉符那时候刚玩的时候也才30而已，现在已经100多了。你看快比青奴弓箭高了欸，斩吉符。
啊，好啦，感谢大家，看一下有谁开啊？有谁有开？玲玲还在开吗？真的哎，谁是？还在。好啦，我们去看玲玲的台吧。啊，带过去，带过去。因为他今天是那个，今天是他的一周年。我以为他退取会双开，结果我两边都有挂，结果没有啊。好啦，我们过去啊，别太累。有啦，会休息，会休息，会休息的时候会休息的。哦，等一下，好了，感谢大家今晚的收看啦，带过去。吴纯，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我跑光宇。